安全检，要是待会儿摔了，要好好保护骨头，毕竟年纪大了，缺钙不好补。输了可不要哭鼻子哦，我不善于哄小孩的。还有，不准打脸。都说了不要哭了，几岁了？小力点。怎么样？一点小擦伤，我们去医务室吧。我才不要你假惺惺。你们送他去医务室吧。哎，青雅，走吧。能哥哥背我去吗？看我干嘛？赶紧去啊！来了，先把他扶起来。来，这前呼后拥的，应该就不用去了吧。要不下来吧。松手吧。你别走。青烟，你能不能别耍小孩的脾气了？队医一会儿就过来。你真的喜欢他吗？我当然喜欢他，他是我女朋友。你们已经在一起了？是我们已经在一起了，所以那些什么娃娃亲的话以后不要再说了。我们不是吗？我们当然不是了。我不管。他就是个妖精，你被他迷惑了心智。青烟，一直以来我都只把你当妹妹。是我追求的宋星辰，他是什么样的人我非常的清楚。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开始一段感情，所以我希望你不要为难我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和他好好相处，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很好的人。